新鲜的开放新闻题，一招变天理，头条新闻排第一，五名青年学生也升级，打枪第一。今日天地正气唱这个歌的同时，其实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好多那种动漫的那种形象。二三三应该是笑的意思，六六六就是没毛病，对对，很厉害。傲娇就是高冷、撒娇、萌。鬼畜是现在年轻人们非常喜欢、非常嗨的那么一种节奏。如果你们觉得我的音乐在鬼畜，那还是值得骄傲的。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、非常有这个动漫特点的音乐，非常值得大家欣赏，很好听的一个动漫作品，绝对你会喜欢。修炼成精，那也是人精，正邪灵的气，无形枷锁造成了压力，那么多本应该。